现在是4:30，但是这边有开，那边有咖啡厅。我们刚点了两杯果昔，刚没有醒来，忘记要换算成他们的币值，现在是在杜拜转机。刚刚两杯果昔总共是704。是不是要去买面包？
落地窗。走这，想说可以看一下那个湖。还错的。去吃冰淇淋，哇，这么多人，是吗？Gracias。这是这个。好吗？为什么？嗯。好橘哦。是吗？我吃。而且它饼干好大。对啊。对，为什么那球特别大？看到一个点。明天要爬到这边。我怎么觉得永远都吃不完？好酸啊！现在中午12点，我们要去爬山。很惨哦！你走过去那边大概1小时。下就是下切了。这个真的拍不出来到底有多。拍不出那感觉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个空间感都拍不出来。但真的很壮观哎、欸！哦。哎呦，你俩自加明湖之后，就可以拿又另一巅峰了。才30分钟，你可以说，就是人家不知道啊，走8小时，我们过一次就好。你走到宽卡的制高点，多少钱？我们走到宽卡的制高点。是从这一片没有路的地方上来。Solomillo, parrillada, bacalao de la casa. Mira, solomillo, este.
Ese por. Yeah. ¿Vale?站起来！你再看一下，来吧。那边之前十万，对啊。老婆。This is our first time. Only here in the town. Tomorrow we go to Madrid. 他这样包真的是，跟台湾包法。对，很传统的包法。这个很像苏打饼干，可是是热的，很好吃。那刚烤出来。嗯。很幸运，哈哈。三点打烊是三点，今天要打烊。对，他不用到三点，他就可以打烊了。刚
数字刚刚。